站在时间那样拿着就好了。在他的屁股那边可以按一下，按手电筒他就开了。你第一下要先按那边，侧边有一条有啊，依依在玩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鳗鱼。他要侧边是一条也可以吃的，自动贩卖机啊。买那么多玩具，这样我是不是比较省事？我心意在抽这个饮料。大家。哇，你里面很多钱耶，小乖的第一个。我要用这个钱。卡住了，用钥匙给它打开呀、啊。我不然没煮煮煮嘞。